等一下。嗨，你们好，我新进来朋友们，帮我追踪一下，关注一下。我现在在选麦，帮我听一下，看哪一个比较好，好吗？拜托，拜托，帮我选一下，这个是第二支麦，第二支麦。我是不是应该要用原声啊？都可以，用原声好，原声。写信告诉我晴天还是什么颜色？谢谢，用专业。心情又如何？灰色是不想说，蓝色是忧郁。停在哪里？小易 ，OK。写信告诉我今夜你想要梦什么？梦以外的我是否都让你无从选择？我就这一颗心，整夜都闭不了眼睛，为何你明明？听海哭的声音，叹息着谁又被伤了心，却还不清醒。一定不是我，至少我很安静。可是泪水，就连泪水也都不相信。听海哭的声音，这片海未必也太多情，被击到天明。写封信给我，就当最后约定，说你在离开我的时候是怎样的心情。 OK 吗 OK 吗 OK 吗 OK OK 掌声，这是掌声。然后还有这个，哇，wow， 你们觉得跟刚才的麦有差吗？你们觉得有差吗？这个好还是上一个好？你们觉得帮我追踪一下，上一真的吗？那我再试看看，我等一下再试。老板，你走。